这阵子城里盛传狼肉治百病，一两狼肉啊值万金。爹，咱们这回啊可就准备发大财吧。少城主，您是夔州城的代理城主，狼兽山上狼怪肆虐，真是草民亲眼所见。你看肩带都被抓坏了，他生得像人又像狼，行径凶残可怕，我爹被吓得都下不了床了，还请少主郡主为民除害啊。狼怪传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，本少主肯花时间听你在这儿把话说完，你就应该心存感激。来人呐，这个妖言惑众扰乱民心的家伙给我轰出去。慢着，最近狼怪传说传得沸沸扬扬，影响了百姓的生活，他们只是希望马府可以派人一探真假，给他们一个交代，如此敷衍了事，算什么代理城主啊。那你又有何高见啊？请少城主领军上山一趟，为百姓一探狼怪虚实，若是真有狼怪出没，还请少城主即刻下令封山，明令禁止吃狼肉猎狼群的行径，保护百姓安危。草民们，恳请少主上山一探虚实。好，本少主会亲自带队上山一探究竟，如果狼兽身上没有狼怪，你该当何罪？若是没有狼怪，那岂不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，不仅消除了百姓的恐惧，爹也会以你为荣哦。好你个马占星，伶牙俐齿哈。多谢少主夸赞，妹妹我自愿与哥哥一同前往，替你壮胆，一起为民除害。哼，不必了，有你这颗灾星在，肯定没什么好事。那我就不妨碍我的大英雄哥哥上山除害喽。哼，少主英明。这里便是那少脸人看到狼怪之处，大家注意点。是。周妖风，大家注意，保护少主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来救我！人呢？人呢？少主，快打开！快打开！是捕狼人设下的陷阱！封山！封山！此山必封！是是。亲兄弟姐妹还有狼朋友都走了，我可以下来了吗？就知道你会把我接住的。幸好我跟汪总管偷学了一些药理，这迷魂香真好用，会使人产生幻觉，也会看到狼怪。封山以后呢，我就不用担心你和狼群被猎杀，也不用担心你们陷入陷阱，求救无缘了。狼仔，我们认识一年多，多亏你聪明，虽然话还说不好，但已经能听懂我说的，孺子可教也。我听城里的老人说，十几年前狼兽山上有户人家，丈夫赴京赶考途中染病死了，不久妻子生下孩子后也难产过世，但那婴孩却下落不明，我猜想那孩子会不会是被狼群养大的你啊。
狼崽，你听我说，我们是为了遏制吃狼肉的歪风，不得已我们才装狼怪吓人的。但从今天起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山下有好多好吃的好玩的，还有你最爱吃的肉包子和烤鸡。明天，你陪星儿下山瞧瞧，好不好？狼崽，你听我说。陷阱，你有没有事儿啊？人很坏。没错，这个陷阱是坏人设下的，但是这并不代表山下所有的人都是坏人啊。狼崽，你是人不是狼，你不能一辈子躲在山上，你总是要回归人群的嘛。如果你不试着接触人群，要怎么分辨好人和坏人呢？好吧，那你今天早点休息，明天我带你下山，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，世上还是好人多。早点睡啊。